有时候吧，觉得一天挺短暂的。电脑一开一关，一天就过去了呀。在 YY 上的我们，每天不能相见，可是相识就是缘分呐。YY 联系的你我，我们不删不散，所以请珍惜吧。人生就像一卷卫生纸，看着挺多，用着用着就没了呀。贫僧初来乍到，只想在 YY 上火一把呀。阿弥陀佛。